来自上海的何慧红创办了富有特色的高尔夫旅游生意，为本地和中国的高尔夫球友们提供量身定做的高尔夫旅游定制服务。我要在这个红海里面找一片蓝海，就是属于我能够做的。那为什么说高尔夫旅游跟一般旅游不同呢？因为高尔夫球，打高尔夫球的时候，你去旅游的时候，当你把球场穿插在当中的时候，牵涉到球场的线路设计、球场的好坏、 tee time 的设计，以及整天这个行程当中什么哪一个节点你都要衔接得很准。由于何慧红为客人服务周到细致，深得高尔夫球友们的支持，这使他的生意从一开始就没有落空。但是也有一些高尔夫球手在不了解他的生意运作时持怀疑的态度，对这种反应，何慧红的方法是继续坚持自己的做法，用自己的真诚和周到的服务证明自己的诚信和处事的能力。